道是虚妄的，十法界是虚妄的，十报图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十报图里头每一个人见色闻声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所以他是真的。他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那这个智慧是用来教化众生，不是自受用。啊，自受用是常寂光，他受用是报庄严土。啊，十报庄严土里面戒引的，无明破了，无明习气没断，怎么回事情啊？所以一定要认识真相啊！真相认识，我们就很容易放下，很容易看破了。啊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就在生活当中，就在工作当中，就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没离开啊。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一切在一里头，一在一切里头，妙不可言。一切跟一是化平等的，是一法，不是二法，所以他能兴起无缘大慈，爱悯众生，等同一词，这是比喻。啊，爱一切众生，就像爱一个独生子一样。啊，真机复活，熄灯并暗。真机。这要帮助他，要引导他，帮助他，帮助他破迷开悟，给予他智慧、快乐、真迹复活。这一句话，敬宗幸愿持名，这是达到登峰造极啊！啊，一切众生普度了，真的是熄灯并暗啊！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啊！这个世间根性钝的人不少，过去社会我们不知道，现前社会我们能看见，哪一个人不迷惑颠倒？迷在哪里？迷在七情五欲里头。啊，六尘境界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顺自己的意思了，起贪念、欢喜啊；不合自己意思了，讨厌他，就拒绝了。啊，这什么？这叫造业。欢喜造善业，讨厌造恶业。果报就是三善道、三恶道，就这么来的嘛。啊，那么这些人掉在六道轮回里头，掉在十法界里头，怎么样去整机祸福，把他救出来？救出来之后，熄灯彼岸，彼岸。就是极乐世界，要帮助他啊，帮助他
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功德可大了。无量劫来，他离不开六道轮回，在这种受尽了苦头，你能把他救出来，你说功德多大？啊，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，他们天天干这个事情，有没有想到功德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他们没有起心动念，没起心动念就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圆满啊，起心动念就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心动念是反复，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不起心不动念才有这个本事，才有这个智慧，才有这个福报啊！就愿要大，跟佛一样，愿度一切众生。那我学佛这一生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就是为了干这桩事情。佛能不照顾你吗？啊，方法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因事而异，没有一定。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，你喜欢什么相子就现什么相，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，有时候现你们先不认识，来当面错过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